找一下你啊！我死呀！为什么要吃？你吃的也太高级了！大家好，我是 Kim。那今天呢，我偷偷摸摸的，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多，快10点。那我趁大妈她出门，我赶快尾随在后起床，几乎完全是没有什么很专心睡，因为今天要做这个企划，不能让大妈发现，但是很有可能大妈又会压开。这个企划呢，就是我在网络上啊买了一张整张手臂的纹身贴纸，然后这纹身贴纸啊是彩绘的，我打算把我的左手的手臂啊上面贴了这一张纹身贴纸。那它的图案的话，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的图案啊非常前卫，有玫瑰花跟骷髅头。那大家要知道 ，Leon 他本身手上也有刺青，那也是有玫瑰花跟一些其他的图案。那其实我们家是非常传统保守的家庭，就是以前我爸他还没有生病之前，他是非常禁止我们耳洞，然后还有刺青这两件事情，因为他会觉得男不男女不女。我觉得这是传统家庭应该都会遇到问题，他们也不是说去批评人家做这些事情不好，而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变成这样子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包括说像耳洞啊刺青我们都是完全没有，而且只要那个时候我们有提到说想要戴耳环或者是想要刺青，我是没有啦， Leon 他那个时候是有本来就有想要刺青，他们就会说就是不要刺那些有的没的、念很多，然后甚至还会发脾气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就是隔了一段时间呢、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想说真的很想穿耳洞，然后我一开始就穿左边，我就是先斩后奏，我就直接跑去新觉江，然后就直接穿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只有穿这边，穿了两个。然后隔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妈进来房间的时候她发现了，然后我妈发现之后奇怪很淡定，后来很淡定之后我就想说这么淡定，我就等这边好了之后过一段时间我又去穿另外一边。然后我本来是戴贴耳的，那个时候戴贴耳的我就跟他们讲说，跟我爸讲说是磁铁吸的，后来我就越来越大胆，就改成戴这种全丝。然后利恩的刺青的话是他那个时候后来也是直接跑去刺，那刺完之后隔天也是包着保鲜膜，然后被我妈发现，那当然是被痛骂一顿咯。反正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一直在踩那个底线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成功跨越，所以就造就成现在的我们。所以我觉得家长也不要太局限小孩，这样子他们才有办法突破自己。辣妈一直觉得我是家里的乖宝宝，感觉就是一个非常乖的，然后什么事情都很听话，然后他们说不要做的事情也尽量不要做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要做一个或许他会觉得很叛逆的事情，就待会我把这个东西直接贴在我左手臂，然后他是直接从这边到这边全部都是，所以辣妈看到我不知道他会觉得怎样。那为了要比较逼真一点我还准备了保鲜膜，我现在请丽人来帮我 把这个手包手一下。没有，他上面，他后面有写，他说先将喜爱的图案撕下来，表面的透明纸，然后再将透明纸先放到皮肤上面。对啊，对，我知道。先白肉底耶，这边上面超白的，还看得到血丝。存真纸，这边拿掉。存纸，就这样子哦。对啊，这边是要瞄准这里哦。我知道。很紧张哎，不要给我弄失败呢。而且我发现好险我手够细，因为这个手太粗的人可能不行。我本来要买那个呢传统黑白的，可是我觉得可能不太优，因为它图案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对，那种麒麟什么的我觉得不太好，所以我后来选这个美式 old school 的感觉吧。辣妈眼中的标准乖宝宝，但不是说刺青就不乖啦，大家不要误会意思，只是说，纹身给大家感觉是比较有个性，比较有自己的主见，然后比较有那种叛逆感，但不代表说刺青就代表个性不好什么的。对啊，刺青，你看那个网络上
新闻上本来有刺青的还知道说要小力一点。哇哇哇，等一下各位，我纹身完了，帮我吸干旁边的餐巾纸，吸干一下。没有没有，你现在不能去弄它，它碰到水之后是软的，你现在去弄它。哦、那帮我上干上干上干。拿吹风机啊。好、哦。哇，各位，各位，这就是刺青后的样子啊，各位。What the fire？各位，大家看到我手啊，这个色彩真的很棒啊。正常来说的话，可能有的人不会被骗啊，啊，可是大妈一定会，因为毕竟色彩太鲜艳。涂抹一下凡士林啊，可以让皮肤颜色增加。等一下，要等他回家，在他回家之前，我先穿外套。100%了啦，那接下来就等大妈回来吧。这个伊骑啊骑啊久，你哪来当副啊？哦，你今天我骑袂止。啊，你心情要好啊？无啦，我咧走啊，跳舞啦。老婆，我要来讲一个秘密啊。嗯。你敢会掠起？我你讲啥？我发啥？你敢会生气？哪？你敢会生气？你着讲我哪话怎样生气咧？安怎？啊，你也先讲你会生气无啊？会啊，安怎？你会牙起？哎，安怎？你会牙起？你会顶过？你即摆咧整理你的情绪物啊？无啦，啊你讲，你毋着讲我听啊？啊你安怎？关于身体啊。啊你身体安怎？有一点仔问题。你毋来咧讲啥，我拢听拢问咧。要讲着紧讲，我是再问问题，我医生啊，甲你讲。我早去请你啊。车队，车队手，手的队嘞，手的车，当时车的，怎呢？我看，手放开，我看麦来啦，看你一百箱有无啦？手放开，你无放开，我看麦来。你确定要看吗？我看，我看你是车的嘛，车风，我死呀！安娜。你车内看上一道，这玫瑰花啊！啊是啊，车内我当你看甲袂顺眼啊！你敢请迄机器玩的哦？好好人，唔做你甲做，请甲机器玩的哦？你敢知？要请你啊？怎请？请是几万块啊？尔嘞？啊，若要说是几啊十万嘞？我啊，插头皮甲请安怎啊？你避开人。好人，你唔做，你甲请哪请会吃哦？要请哪请，请较易数的，请是较好看，你唔知？啊，像啊，请迄玫瑰花啊，你请这骷髅头，啊，请这安尼哦。啊，你今仔食百香烟，无怪你穿，无怪你穿长啊衫，穿条条。安尼讲也做老大哦，请你也做老大哦，你也做孙仔啦，唔是老大啦，是孙仔。老大的人吼，足拢足低调，拢唔敢请人吃哦。对啦，无要安怎？请袂无要安怎？你若叫做喝酒，啊，你唔着喝哪咧来？我来啦来啦，我就是老毛啦，安尼呢？你叫做输到假老毛啦。这纹身贴纸呢？菜瓜布烤烤的落小块起来。有啊。今日是家己恶整的，因为你顶届用我扫伊甲我创空啊。啊！你即摆我咧食饭，你我翕起哦。系啊。啊！我真正就拢无去啊，等下我去读。嘿嘿嘿，拢别阿咧放去。我搁停了久，想再看下咧。你阿讲是白。